咖啡新造型更爽，它每一个还有炫光哎，这是没被扁过哎，金标金标金标，疯狂说错了，疯狂说错了，不再扁我兔子啊，我就直接用这种角色直接把你们干烂。受不了了，直接来把书。哎，有凡恩呢、欸。对，有凡恩呢、欸。我是不是要凡恩？啊，我来把凡恩。OK， 开 B 五，各位。他们很可怜呢、欸，这边我脚受不了，来乱。这造型很好看，真的，我也很喜欢这个造型。这凡恩这造型我觉得很帅，而且打击感也很好听，我很喜欢这个造型。这造型蛮好看的，各位。走一下，走一下。OK。哎呦，这么会泡。邪魔乱袭，非人本意。感觉可以入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波可以嘎地朗哦。气球集合。这波是真的可以嘎地朗啊，兄弟。哎、欸，谢谢老板。没有抢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防身防身，对，超凶，各位就这么凶。OK， 走了。上不负浩浩青云，下不负万象世界。哎，这皮皮在乱哦，不是、啊，这弹清兵不就好了吗？他怎么要吸走啊？好笑吗？他、啊、这声音打击是真的很大声哎。凡恩有被削弱吗？一点点啊！哎呦，他每一个还有炫光哎、欸！对呀、哦。敌人消失。可以吃，可以吃。他、啊、怎么打也不打？拉出来，谢谢。制裁已经准备就绪。来来来来，兄弟，先晕一口了，舒服。各位，这把有辅助，不一样。OK。哎、欸，神操作。喂，拍谁？拍谁？哇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来帮哦，可以夹，可以夹，可以夹。我 nice， 中路可以卡地狼一下哦，冲冲冲！一张金标运到，再开始再开始望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在输出，绝绝 nice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不是、啊，我刚那个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不好意思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小心吃到，我真的没有要吃他的意思，我不是那种人，各位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好，你们直播看这么久也知道，我吃到会说抱歉。真的，这边有兔子可怜啊！敌人消失，根本来乱。钢铁防线消失，弩车出击。拖车，拖车。这特效很碎啊，它打击感很爽啊。对面雾几不知道躲在哪、欸，各位，来了来了，说曹操曹操到，我、哦、没被点过是不是兄弟？这是没被点过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死亡灵车，来来来来来，有兄弟吗？没了没了没了，凡还可以玩吗？可以啊，围着我都一堆人在玩的兄弟，这造型值够啊，来不下。反没有啊，反正没啥消，他就他消的是他的追击能力跟那个什么晕眩啊，这个都还好啊。不是他的伤害还是没消啊。消我看下，晕到扎一个，哭啊，没事耶。OK， 翻官方广告。好啦，叫官方给我钱啊，来帮他广告，我也没给他收钱。就我喜欢这个啊，这造型我蛮喜欢的、啊。对，好，主播觉得造型有缺点吗？有啊，就是要付钱啊，这就是缺点啊。
啊，缺点就是要花钱啊，啊，优点就是我买了之后就可以用啊 ，OK 吧 ？OK。什么时候买的？什么时候买不重要，好笑吗？不要问我屁话，谢谢。来乱。哎、欸，可以打哦！哎、欸，我这波超笑，我这波超笑，这波我的局炸烂，炸烂，炸烂！哇，好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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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一个 ，nice， 舒服，各位，真的舒服。现在已经是我的局了，各位，现在已经是我的局了，兄弟们，直接来一波诚心血切。OK， 女同学林医师 ，OK， 生日快乐，也暑假快乐，所以吗？谢谢。晕倒、哦，这波屌打了，兄弟，这波真的屌打了，兄弟们，这波真的屌打了，这波真的屌打了，兄弟。Poke 还在输出，风筝，金标啊，金标，还在输出，舒服各位，超派，兄弟们，谁说削弱的？那根本没削啊！哎呦，哎我晕倒、哦，哎快去快去。好、哦，要走，不贪，反而会出新装吗？我有想过，但我感觉出了也没啥，就我觉得他出了好像也没啥用，因为主要是他追击能力就已经够强了，再加上你就算他手长一点点啊，他伤害也没有很高啊，你懂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就感觉好像，我觉得不搭啦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是很搭，哎呦。这波我的局哦，小亮就这么爽，对，就这么爽，妈就这么爽，妈超爽，再搭配新造型，更爽 ，OK， 对哦，哎，我感觉我直接尬王者哎，哎，感觉翻出王者也蛮强的哎，哎，我这边超越版本啊，超越版本理解啊，哎，晕倒哦，射烂，兄弟。好打拉打那一次，这不超越版本理解啊，各位。哎呦 ，OK， 我感觉翻出王者不错哎。来，我清个兵，点个塔，谢谢，舒服一下。转绿皮宝贝。上路我可以来啊 ，OK， 来我点个塔，可以哦，这波我超烂哦，兄弟，疯狂输出了，晕了，舒服各位，真的舒服，这造型是真的爽，各位，要再ban我兔子啊！我就直接用这种角色直接把你们干烂。哎呦，来啊！有卡迪拉吗？这波？哎，可以输出，晕倒了，打金的，你玩爱丽丝，我觉得也是超越版本理解。没有啦，那个是硬底子兄弟，谢谢你的100，谢谢。OK。我用兔子肯定是手下留情啊！我选一个打线最烂的，卡林被关，紧加卡林被关，拉打哦，风筝哦，射烂哦，看一下哥的站位，连到，OK， 有啦，就跑速是真的有落差一点，就没有像之前跑那么快 ，OK， 所以舒服，等我王者出来感觉很有戏哦，我再补个仙灵。太绝了，小林，感觉我已经无敌了。双龙吗，宝贝？哎，他没被打过哎，没被割的王者直接射烂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到了吗 ？damage 直接展现出来了。哎呦，超派哦！来金标，下课，谢谢。晕了，结束了。再来啊！舒服。来，我点塔，谢谢。点塔。没你家惊，小心，那个，可以，别，我还在输出，biu， 呼呼，哎、欸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两个 FPS 卡了一下，你们看到吗？
哎，我看他大拳，王者直接暴击下去，哇靠！啊，方安直接三层喷了，我怎么看到？哇，干了一下超绝，真爽。OK， 35%，各位超越版本理解。兔子第几名了，兄弟？我现在第14名，排行榜显示第14名，依旧尽力。没有要维持到月底耶，我就算打上去，就算真的第10名，我也是要打上去继续打。他们等一下超过了怎么办？